就大家好，我是重新，我爱你吗？我爱你，我喜欢你对吗？啊，찾으려고노력하고있어요正在努力寻找我的腹肌中。所以现在你家没有冰块，你家出走了。你们呢？오셨으니까你们的팬분들과관객여러분께인사부탁드릴게요먼저네거의한5년만에5년예5년만에왔습니다네말이죠大家好我是重新예虽然真的是暌违五年，我们离开了分离了五年的时间，可是真的是这一句话是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大家好，我是陈勋。我爱你吗？我爱你，我喜欢你对吗？哦。안그래도저는제돈들여가지고사실한국에서는스카이다이빙을하기가좀비싸요그래서제돈들여서하고있는와중에공짜로시켜주는데너무고맙죠其实在韩国的话，高空跳伞这一个项目是很贵的，就是在飞机上跳下来的。所以，可是他是之前就自己花自己的钱去尝试这件事情的人，所以节目对戏剧这样邀请我，然后还可以免费的去跳伞，高空跳伞，我当然很 OK 啊。耶！我可以问一下，他跳下去的时候在想什么啊？就是有恐慌恐怖吗？그러니까스카이다이빙하셨을때머릿속에뭐가떠오르셨는지무서우신지아니면은주마등이막스쳐지나가셨는지아니요지금은그냥아무느낌없이그냥뛰어요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就这样，就跳下。那第一次，那第一次跳的时候，첫번째第一次。啊，첫번째는굉장히이제설레죠이게제일설레일때가그스카이다이빙비행기가옆에큰문이이렇게통으로이렇게열려요그러면이제바람이확들어오면서이제하늘이보이는데그때가가장설레었던것같아요그러니까지금은健身的习惯吗？他的腹肌都还 OK 吗？不是，还 OK， 계신죠？아직복근은아직계신거죠？아찾으려고노력하고있어요正在努力寻找我的腹肌中。所以现在你家没有冰块？你家出走了，谢谢。感动一次，谢谢。聊天是结束了，不讲。我们可爱卡卡加入零食，用不同方式看新闻，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报新闻，直播线上即时互动，轻松有趣多元内容。3月16号起，每周六晚间9点，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